我也要吃。小明吃饭了，不吃，我还要跟朋友们玩呢。丽丽，我们一起玩吧，我在吃饭。长耳朵的兔子饭团，里面有我不喜欢的豌豆，小明说，但是丽丽却吃得很香。小强，我们一起玩吧，我在吃饭，圆圆的蜗牛紫菜包饭。哦，里面有不好吃的胡萝卜，小明说，但是小强却吃得很香。美美，我们一起玩吧，我在吃饭，金枪鱼三明治。黄瓜不好吃，小明说，但是美美却吃得很香。咕噜噜，咕噜噜，咕噜噜，咕噜噜。妈妈，我的肚子好饿呀。哇，小熊炒饭，有豌豆、胡萝卜和黄瓜，真好吃。